妮拔刺刀被撕裂。紫薇出品公众号 Twitter 这只 AI 不简单啊，就是他让撒贝宁脸露难色，难做决断，在节目现场纠结的抓耳挠腮。听说这个名叫道子的清华 AI 能会其让全国化大家所长，可将任何所见之物转化成国化，就像下面这样。最近道子在央视主导了一期找 AI 大型游戏，他与两位人类专业画师现场同台竞技，让观众找出哪幅画为 AI 所作。最终三位嘉宾加现场100名观众在两轮比赛中还是没能成功将道子找出。下面量子类还原案发现场，看看这只以假乱真的 AI 真有那么神奇。 Round 1第一轮比拼以画虾为棋， AI 道子与两名人类青年画家观察鱼缸中的虾后，分别匿名作画。花鸟画艺术家也是齐白石的孙女齐慧君也来到现场，考验道子的技艺如何。郭全佐和李子木由现场中画三位画师思考片刻后开始动笔，不一会大屏幕上呈现出三张扫描的虾图。大家观察一下，现场一般观众与韩雪都觉得图二是道子所画，图二也成为全场票王。那到底呼声最多的二号是不是道子所作？答案揭晓，图一才是道子作品，这让二号的作者李子墨女士表示有些惊奇。她后来感慨说，没想到 AI 现在画得这么好了。好吧， Round 1道子也身成功获得胜利。 Rule NDR 单单看景作画可能对 AI 来说可能简单了些，再若加入文字理解在里面可能就不太容易处理了。第二轮难度大大提升，要求三位画师根据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中的描写和意境再次作画。孤山寺被甲亭洗，水面出平云脚低，几处早迎争乱树，谁家新叶着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道子能理解每句诗背后的意境吗？现场一阵疑惑。又是笔墨纸砚的一波操作后，三幅画作新鲜出炉，一幅枝头走鹰，一张迷雾山水和一张浅草骏马。现场观众和嘉宾能猜中道子的信吗？现场观众也是纠结，最终二号第52张高票数成为观众心中认为的道子作品。答案揭晓，观众叹息一片。第二轮道子最终又迷惑了在场观众。 Round 2道子胜，不过到底道子的作品是哪一幅，各位客官先猜着，我们结尾揭晓。未来实验室连续两轮骗过了大多数人，道子最终晋级。齐慧娟感慨道子的表现非常精彩，也非常合格，他甚至于是我所向往的一个工具了。齐慧娟说，所以这个没有生命的 AI 画师道子在两轮中是如何来绘画任务，上骗过人类眼睛的。清华博士后高峰最终揭秘，高峰表示道子人机交互系统是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对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交叉的探索。这个去年成立的实验室专门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可能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实验室主任由清华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教授系主任徐迎庆担任。未来实验室主任徐迎庆高峰是未来实验室第一个博士后，导致也是高峰此前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就参与研究的一个产品。比赛现场道子借助摄像头拍下鱼缸中大虾的姿态图，随后动用风格迁移大法将齐白石的画虾风格转移到这张图像，最后由高峰为画面整体布局完成虾图风格迁移。想必不难理解，将你随手拍的一张照片用某图秀秀Prisma 和梦咖相机转化成大高画风，你的名字画风手绘漫画风都是用了风格迁移技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来参赛前道子经过大量学习领悟到齐白石画风，学会了举一反三，这是个怎样的训练过程？简单来说，高峰给道子的神经网络模型喂食了大量活化大家的作品，让他在齐老先生的虾海、薛悲鸿的马逊、黄宾虹的山水中归纳总结，直到领悟到如何提取各种画作特点
在论文 from part 2后 who is behind the painting 中，高峰详细介绍了这个负责找到国画特点的特征提取模型 MTMR Multi-Task Multi-Range 多任务多类别表示框架 MTMR 中的多任务学习框架构造 MTMR 从基于尺度不变特征转换 Shift the Official Vector 从画中分别提取局部区域和全局特征二多类别区域编码结构分多任务学习框架 MTMR 中的多任务学习框架构造机器作画会取代人类吗高峰觉得 AI 自有一套文明体系机器创作的艺术属于机器文明人类创作的艺术才属于人类文明画手稻子的研究论文已经被 ACM Multimedia 2018录用了感兴趣的客官请一步 http://www.jdal.ac.cn/doc/2011/2018/1174553/2013/1174/ma/pdf 谜底揭晓谜底揭晓 time 来了钱塘湖春情赛题中让小撒纠结哈雪疑惑现场观众大吃一惊这道此作品到底是哪幅答案图三高峰选取诗句中浅草才能木马提一句进行输入稻子此前学习过学悲鸿的马有了功底完成这幅骏马图。对了在链子为 Capitai 公众号对话界面回复五道口长卷还能解锁稻子和高峰共同完成的北京五道口万千姿态众生景象完成这幅长卷稻子只用了两天玩得愉快玩。活动策划招聘量子类正在招聘活动策划将负责不同领域维度的线上线下相关活动策划执行欢迎聪明靠谱的小伙伴加入并希望你能有一些活动策划或运营的相关经验相关细节请在量子类公众号 Capitai 对话界面回复招聘两个字量子类 Capitai 头条号签约作者追踪 AI 技术和产品新动态